2012年暑假，我去越南给大象吃东西。2012年，我在越南喝咖啡，跟我也有去金门骑马，也有去金门的海边。我还有去金门骑车。2012年，我去金门找到 horseshoe crab. Okay, let's listen it.